兄弟们，这也不禁夸呀，刚夸完就掉了。哎呀，可太难受了。谁问的？刚才卡吗？谁刚才问的卡不卡？啊，谁？就你问的，你不问都不会掉的。随便，那 EJ 哪去了？EJ 也掉线了，EJ 中单啊。啊？哎，这干啥呀？这？啥意思啊？这么吓人吗？可以，兄弟，我知道经验就行了。这波我们得过来啊！他们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好像吵架了，我感觉，是不？发条传送，窝里斗了，啊，窝里斗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回家了。不用回家。你快来，你快来，我把它抬起来。减速，吃药，沉默，可以。这波草丛蹲非常阴险啊！哎，来了一波偷袭。我先吃个塔皮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！你要干什么呀，兄弟呀、啊？你这波必定往这儿走吧？哎呦，我靠！他的 E 好了。先来个什么装备呢？这大虫子，涡轮炼金罐，我觉得行。大虫子这一瞅就是得来这炼金罐，对不对？跑的得快呀。先来个小日炎，
不是，我刚才没鞋，我跑不过他很正常。而且我们的 Q 吧，被他躲了也比较正常，其实。推对棒其实也行。这把没有人管我，我发育是无敌的。嗯，有没有人管我？这上路咋没人了呢？好奇怪啊。8分钟37刀叫无敌，那我这没人，我不吃塔皮吗？我5层塔皮多少钱呢？对不对？炼金罐可挺贵呀、啊。可以获得减速印性涡轮炼金罐。哎，这人马呀，回回的呀，真是操了。哎，把他蓝给我打了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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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现在这日炎补刀那么费劲吗？也不能干啥，你是上单呢？又吃野，又吃馅儿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这人马要一会儿还敢过来装，我们就杀他。再装就杀他，这波再敢来他就死，我话就撂这儿，敢来他就死。我技能也不用，我就在这 A 塔。拿下。回家，我们炼金罐了。呀，这个加体型啊，那我双火护手啊，双火护手，这加体型咱不整一整？这把其实没啥百分比掉血的人，我说实话，可生命值堆吧就。这我要变大呀，我得变大，我得大一点，去吃个峡谷先锋的。还加技能极速呢，
这把都没杀人，谁知道他们家人都哪去了？人不见了，我吃。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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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，找兄弟，我们去推踪。这亚索是主义的吗？好飘逸啊！好飘逸啊！好流畅哦！拆呀，没事，拆吧。啊，不敢上来，我有大了一会儿，马上。让我吃一个，应该吃不着了吧？哎，能吃着，走回家了。我们马上就得变大，有没有别的加体型的这种东西？我看能变多大。现在我们还是有点小了，说实话，现在还是有点小了。现在每个人马都这么狠吗？我发现这人马，每个人马都能超神，就是赢不了。卸手啊，卸手，先来个小反甲呀，我看看啊，物理嘛，看物理可以，先来个小反甲的吧，先来个大反甲，反甲狂徒自言自立，再来个皮孩。猴哥可否双排印？印错人了！呀呀呀！哎，我可不是猴哥啊，我是要即将单杀飞客之人。给我烫死了，哪儿走？吹波 Q。我觉得大虫子好弱呀，差不多开始要吃人了啊！哎，这为什么顶上不写着到底几层了呀？啊，五杠六，我们马上十一级，马上变大啊，马上变大。
野马是不是想杀我们家卡莎呀？啊，没有。我们再吃一个小兵，就可以开始吃人了。兄弟，这我可拦不住啊！你给我死！起来！我变大了！我大了吧？这小黄毛行啊，给我打死他来！哎，别想着让人头啊，兄弟！我有口臭，我告诉你。6-6了，我得吃人了，开始。60秒一个吧。走回家，来个荆棘之甲，或者直接来个狂徒。振奋自然之力，这个吧，还是这个。然后我们不要出血啊，就给人一种这种笨笨的感觉。算了，我还是出血吧，太笨了也不太好。石像鬼现在没用了，大虫的石像鬼没有用，现在不厉害。快点让我再吃个人，来来来来，啊！我的峡谷先锋啊，小伙子！打吧，随便打。哎，这干嘛呢？能不能技能能不能中一个？实在不行啊，实在是有点笨呢，我发现这玩意儿了。我个人建议，这大虫子还是别在人家有 EJ 了。好，好，这回我应该能抠着了。好的，有点笨呢，这也太笨了吧，这大虫子。放先锋啊！哎呀，忘了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你就应该早说了。